给你们看一看毒瘤炸弹人的玩法，非常的毒瘤，一个刀妹，好的，这个刀妹能威胁到我，其他的英雄不行。好，潘森这个人头勾到就是，看你的了，兄弟，黑暗收割我要触发一手的，我要触发黑暗收割的，哎，没触发，他血上来了，这个黑暗收割收集到后面很强。我们的打法是只见炸弹不见其人啊，打团战你只能看到我的弹跳炸弹啊，你只能看到我的跳弹，你是看不到我人的。我会拿这个还有这个，然后中单一折，中单一折好打的，他打不到我，我跟他对点，我站在小兵后面跟他对点，他点不过我的，我有被动，小兵打死我弹，有被动我们就上去点他，我弹，炸完就走。我炸小兵，我炸，炸一下。我一刀不漏，没事，我无所谓，你们杀不了我。我点死，我弹，哎，到位。一刀不漏，黑暗收割触发一手、这黑暗收割我没有触发，我没有 W 触发，稳定又没触发，不要一炮车你要吃吧，我交闪好吧，我算你狠，踢到我还是得交，我得回家，我到现在一刀不漏，我要灭，哦，拜拜喽，25刀，完美，完美补刀，回家一波，这个人马可能要来抓我。TP 过来，来个阵营。黑暗收割，哎，舒服。这个点一下，这个点一下。我也不指望杀他啊，我们炸弹人杀人也杀不掉。把他眼排了，再把这个炮车给他整一个 Q。我有 W， 抓不死我。两个 Q。这个补刀多爽啊，一刀没漏，到现在人马在上，这一折不回他容易死的，哎，舒服， W 的巧妙用法，兄弟，是你抓不死我，我有 W， 你贴没事，给你打，我点死你，我点死你，我点死你，我就点你，哎，我控蓝，我才不是急性子，就点你，舒服。哦，一刀不漏，5分钟51刀，这个基本功太强。再来一个迷失的章节，我这波要撸刀了。
但是有炮车啊，可以帮我顶顶。我要漏一个刀，漏两个刀，丢不过去。我上这波不丢了，这波不丢了。还我眼，哎，给你盘，给你盘，给你盘。优势有点大，打一折我们就和平发育啊，和平发育，和平发育。和平发育，打不了不交就行，人马抓不死我，一直没有控制，也没有爆发。我来了，科学地火炮。输得不错、啊、他人马应该回家了，我补一下，被动点一下，点一下，走了走了，人马回家了，我等闪现好再去。舒服。舒服。赛宝大鸟。和平发育啊，我不惹你，你别惹我。我们就和平发育就行。看后期谁手长。啊！一泽杀人了！拜拜，回家。这刀刷的舒服啊，88刀，不行，这个没法深推。我把这个炮车给他，给他那个。走！哇，这个补刀太爽了，1600块，先来个这个，先堆法墙，这样的话我刷刀好刷，哎，刷刀好刷，再买个戒指，完美，完美。法墙越高，我刷刀就越舒服，就能滚起雪球来，知道吧？法墙低的话，你要是丢两个炸弹才能把兵炸死，就很烦。这时候中心点，中心点来个科学地火炮。现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哎，小兵炸不死，还没到我们的刷钱这个法墙，还没堆上去。要堆上去。这个塔皮我要吃，我现在有闪。这刷刀术，好，给我吃个塔皮兄弟，很过分啊！这个人就是不给我吃啊！我还就不相信你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受得了吗，兄弟？被动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受不了的呀！我有 W， 你抓吗？我闪，你抓了我，你还想跑？你还想跑？我不打死你！我炸！我闪直接交啊！我算你狠，我稳。你还敢来？你不怕我一个弹跳炸弹把你甩死？这个人马可能要抓我。我炸！我溜了，这人马肯定要绕我了。有果子，我就吃个果子。
人马在下，我看到了。我 W 可以定点爆破，医学塔我的了。医学塔，医学塔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哎，你要这样输，看。舒服的。没事，我有 W， 我有走位。哎，还追，还追，你还追，这你能把我追死，我都不行。你再追，你再追。这个大招听一下。那个炸弹扔哪儿去了？科学第一火炮。哦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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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拿我没办法，拜拜。人马在右侧，我到这里回。哎，你能怎么办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这条小龙不能让我 TP 过去，我好肥啊，我2200了，我好肥，法强起来了，我这法强无解，直接 TP， 这条小龙绝壁不让，我海底捞月。好的，弹跳炸弹，什么都没收到，我很尴尬。第五 S 炸你惩戒又如何？我弹跳炸弹并不是很准，丢掉。很好，这小龙算了，可以一个助攻 ，OK 了。这一波我们的资源很到位啊，上路也来了，还要打龙这个人吗？搞不清楚情况，这人吗？滑冰，我这个有点危险，这有点危险，这个线很差。哎，好，帮我打个蓝怎么样，兄弟？这塔推了，收兵跑收，危险。但那医学塔我肯定要拿的。算了算了算了。等他来帮我打，我现在也不是那么缺蓝，我现在不敢去中路抓，这样的话人马一来我肯定死了，我得离远一点。好，又打啊！你们是不怕不怕死，又打这种龙窟，我炸弹刃无敌的，来，科学第一火炮，我炸死你！你怎么跑？还敢打？跑了一个，狙死了，漂亮！就非要打龙对面，头铁的很，头铁的很。帮我来打一下蓝 buff 吧，我打死你。好 ，W 触发，哎，舒服，爽，八成了，我已经收到八成了。我这盘肯定是无敌，这法语肯定无敌。阻止不了我刷兵，人马在左侧，我有闪，他抓不了我。不怕，不怕，我不过去就行。兵线有点深。还是得去啊，不去我不好发育。他要来了，这肯定要来这个线。我溜，
你就盯着我啊，你就盯着我吧，你就盯着我吧，我炸死你，我炸死你，哎，炸到我就开大了，这人妈盯着我。没小老板来，我跟我搞阴的了，你真的是，你凭什么？哇，针对明显针对，他闪现过来给我大，这么远的距离。我现在只能刷野怪了。下去刷，17分钟，170刀，哎，很好的数据。我就躲在下路，赖在下路了，但我得防抓，这个位置一旦抓我跑不了。我离你们远一点，好吧，将我毒瘤打法贯彻到底。我炸，不在，我都想 TP 上路去了。炸完就走，我打不了。我炸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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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个往哪跑，兄弟？你这跑不了的呀！你这怎么跑嘛？哎，你这怎么走位嘛？就问你伤害高不高嘛？毒瘤炸弹人，毒瘤吉克斯，勾他，勾到就死。听说你刚刚交闪现杀我是吧？来炸我炸！我等他飞来，我等他飞完我再炸他。火龙。输掉，六层剑，舒服。哎，这个塔我可以收。推塔贼快，哇，好爽，舒坦。一换四，来一个美甲的血魂券，再来一个。我还有这个，这发育有点变态了啊！吃个饭。没事，我有科学地火炮。等一下，这个位置很尴尬，
哎，周围都很尴尬，我操！马上有闪，我来在这里炸一下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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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了！我操！我快跑！我操！哎，他是夹子！哈哈！哟！就我一个人。啊，人马还有大，我靠！反正就没了。嗯？好，是。团搞起来，我现在就等团。急性子，我才不是急性子。我来了，距离不够，不够，小道士，我来，我现在放好像没什么用了，收的不错，这个时候我还就把你们。全部给你炸翻，全部给你炸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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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炸炸。哎，我贪这个，我太贪了。主要有杀人数，这个塔叠加起来伤有点高，我被他这手定住了。完了，嘿，那个炸弹扔哪儿去了？不是走，不留黄龙。这都能换掉。大龙也行，这个看起来不安。我来做一下试试。哟。哎，这个不太好，我没有什么输出的。哎，嗯，正中心，完美的科学第一火炮，加上黑暗收割，我要太屌。收到，但是我不太敢靠近他，他要秒我，他想秒我，不会靠近你的兄弟，我不可能靠近你的，你来嘛，哎，你要么你就来，我不可能上的，我不会给他突我的机会的，
来，你再找死，你拉我，哎，你搞针对，你恐怕以为你能针对得了我的，我哎，就那个溜溜球。你就拿硬命换就是，硬送就是了。我操，这个人有毛病，这个人。带个鬼书，大龙。急性子，我才不是急性。树叶没了，这刀没针对我，看出来吧？硬杀，他只要看到我才硬杀，他肯定会靠近我。我这把让他看不到我，只能看到我的弹跳炸弹。红发球，来打起来，我炸死他！你看他出了很多魔抗，我炸死你！我炸死你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强？很强，我炸死你！AOE 拉满，我没有技能了，我 CD 了，我全部在 CD， 我伤害已经打了巨多了。这个路你们敢过来？你们敢过就硬来吧，硬来嘛，哎，硬来嘛，哎，我 boss 你硬来嘛，无所谓的呀，来嘛，来嘛，哎，有我操，没事呀，无所谓的，被动来嘛，跨招 kill， 定点爆破，还有谁？硬来。就硬来一波十八层，哇！我这把输出打了好多，我五杀，我五杀，打流了，哇！这把输出好恐怖，帽子喽！只见其弹，不闻其人。只闻其弹，不见其人。哎，只能看到我的跳弹，看不到我人呢。大龙搞起来，不要想抓我啊！不要想吐我。痛不痛嘛，兄弟？他魔抗有点高。来呀，哎，我有闪。大龙搞血，这个刀没针对我。搞针对。搞针对。哇！搞针对。科学。又来，嘿，你瓜皮，你来，你恐怕以为我是，我先溜，我没技能，哎，我跑，哎，你受得了吗？你还要追我？地雷在这里，你敢追我？我弹跳炸弹，啊，风筝。来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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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风筝放起来，你想跑，我恐怕是不同意。哎，看不到我人，只闻其弹，不见其人，就想吐我。说实话 ，CD 有点长，我需要个蓝 buff， 我伤害好变态啊。伤害真的好变态、啊！
收了，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你在上面看什么啊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都行？我靠，一个 Q 把龙抢了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完了，对面第四条龙了，还是火龙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我要炸他，我要把龙连龙带人一起，我就把他炸死了。啊，坏了，来嘛来嘛，打团嘛，来嘛，哎，想吐我，哎，想吐我，不存在的，靠近不了，你只能看着，想不想吐我，不存在的，我先溜，哎，想杀我，我有闪现，你怎么办？就打他，他最调直，就他最调直，我还就弹，哦，我溜溜，来呀，想不想拿五杀？来呀！难搞。他没东西了。哇，脆皮就是一招秒，脆皮真的是一招秒，队友没输出啊，他们三条火龙了，伤害巨高，大龙也有，我醉了，我真的醉了。打的是什么呀？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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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防守防守防守！听说你治疗很强，听说你吸血能力很强啊！来，你吸1095，我让你吸60%的重伤，你吸，再加上我的黑暗收割，他在疯狂堆魔抗，你看到没有？疯狂堆魔抗，就是一手针对狙击怪。装老师傅，狙击怪装老师傅，我炸死他！快快快快快！我这把输出已经拉满了，不能再要求我输出了，你懂吗？真的不能再要求我输出了，什么穿透啊，什么打不到伤害，什么这个伤害已经打的就已经很，只能用变态来形容了，你懂？变态，你懂吗？还要要求我输出，你们就太过分了，真的是没。你看，神头鬼脸，保护我一下。你看，这盘可得。我可以这么讲，你们说我什么伤害不够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打完看我的伤害，我们四个队友加在一块都没我高，你信不信？四个人加在一块，你信不信？不信我们看一下伤害列表。Defeat.